国语有声善书。一尺拱横唐善书，玉律归真，主著仙佛为十殿阎王神，符鸾为通天永笔，名符五殿文判将，念三强暴。俗云饱暖思淫欲，既直台将一地经济起飞，民生有趋富裕之象，乃连带使许多人未能克制欲望。然则人之所色，若属夫妻，则为人之大伦，但却因欧风东渐，民俗同化，今时人之观念已非往昔淳朴，故女者贞烈之心教师，男者于色之行欲望。孔圣人云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。然则今时之人上移，约制血气，戒之在欲。色为刮骨刀，古云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但此仅为普劝世人遵循礼规。本篇所列更是恶制不堪，因强而暴之。一者以暴力而行，必将伤害被害者之身心；二者被害者心灵之惊惧，对于日后人际互动将产生甚深之阴影；三者不愿之心遭受强迫暴行，对于受害者之伤害不但有形无形之侵蚀困扰，有可能致使被害者亦产生同样暴烈之性格。故此罪乃在警惕世人切要慎为约制自身之心灵，庶免造成他人深远之伤害。凡有起心动念欲行此恶劣暴行，即消一符三路。凡此心不适，时时见色起意，可以累计累罚。凡此罪之随行，阳法不济，明律即依因果论罪，但身亡之际即发焦铜烙炮柱之行。人之敦伦本属你情我愿，一切以甘心而受之。暴行不但伤害他人，更造成自身心理性格发展之不健全。奉劝世人，无者免之，有者立发成忏而改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